今次咧真係罕有地，卡洛斯咧出發咧著到好似只種咁，因為今次咧我向我嘅極限去挑戰啊，就係12月底，目的地係哈爾濱。今日香港算唔係好凍嘅，17度，但係知唔知哈爾濱幾多度？-25度啊！出邊咧就話-17度嘅天氣啦，一嚟到咧。個接車個已經話我咁樣嘅穿著係唔得嘅，要去玩咧，今晚一定要去買大衣、買鞋同埋買褲啊！可以啊，哇，好凍真係！之前嚟依度哈爾濱機場咧係咩啊？係夏天，哇！今次凍到冰咁，冰雪。好啦，嚟到酒店啦，骏途酒店。好啦，而家我就着好晒衫，我搏出去影夜景啦。对的是质量。如果搭不车嚟到中央大街，前面就系啦，故地重游啊！我哋睇下呢个东方小巴黎，夜晚系点嘅？好靓噶，其实真系。咦，有间金谷并屋，真系假？喂，有西餐食喎。二位，这里嚟咗食俄罗斯餐。冰雕嚟噶，嗱依个真噶啦，真系真系冰噶，冻噶。行到中央大街嘅尽头啦。嗱，依度咧真系做紧冰雕啦，睇下佢真系雕紧嘅。人廣場 ，Walk Locker 咩？美食廣場。-20度都要食雪條嘅。-20度食雪條嘅滋味，你試過未？秋林食品試過好多次喎，哇！依、這個包好可愛，哈爾濱特產啦，俄羅斯。個魚魚喺個魚缸度遊，前面有間屋。好啦，今日嘅行街。嘅節目完畢，車翻。而家咧，我就打車翻酒店。明天咧有車嚟接，我就開始我哈爾濱之旅啦。拜拜。